改变无时不在，时间在变，角色和身份也在变。面对改变，需要有驾驭他们的力量。就像激活运能系列，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外在状态的改变，更是改变了我内心的感受。在面对不断丰盈的人生时，让我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勇敢地拥抱改变，热爱改变，并不是随波逐流，因为改变的定义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主掌改变，才能让你看见新生。